花茶，有呢个系英式早餐茶，而家就冲咗两杯茶。呢个系琴日喺安德路嗰度买嘅牛角包。见到呢个黄金砖咧，系有个故事嘅，佢就系喺一个以前19世纪，大概19世纪嘅时候，巴黎证券交易所隔篱咧有人卖类似呢种糕点啦，然后为咗迎合附近嘅人咧，佢就整咗呢个好似黄金咁嘅形状啦，所以佢就变成咗。而家嘅名字就叫做黃金磚，佢嘅樣咧都係好似一嚿嗰種黃金咁樣嘅 design 嚟嘅。就是一个过年版的塔石市集，都是在塔石这里，我们已经到了。这个是我们刚刚在台山附近买的豆腐花，据说非常好吃，我们现在就来试一下它是不是真的这么好吃，它值不值得18元一碗这个价格呢。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就记得 like 和 subscribe， 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